你要去哪？你不是出去了吗？依人姐姐待会儿要回来拿东西，我跟她说了你不在，你可千万要把她哄好了，不然到时候孤家寡人的，别怪我没帮你。 Mr. Fang，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得，我又被方世宇骗了，明明哥哥最讨厌说谎，结果妹妹撒起谎来比谁都厉害。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需要冷静，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我这几天会去下地家住，然后就找房子搬家。你要搬去哪？我还没有想好，再说吧。又让李周帮你找房子吗？还是直接搬到他小区，好找机会报答他。我现在不想和你吵架。别走，我不让你走。你放开！我不放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现在让你走的话，我会更难过。你怎么想的？你要说出来。他一个大直男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为什么要让未知的事情来牵住现在的脚步呢？简直就是贷款受罪。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坦诚相待，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男人还需要安全感呢。你放开，我不走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不告诉舅舅我们在一起的，也不是不想让你见我家人，我只是很自卑。从高明劈腿到失业，从进公司到认识你，再到现在喜欢上你，这一切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。我经常在想，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我，会对我们的未来没有信心。我甚至不知道你明天还会不会喜欢我。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其实我们是一样的。一样什么？一样的患得患失。我也害怕你会不喜欢我，害怕我们会分开，甚至我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会怎么样。结果是我根本承受不了那样的未来。看惯了你平时坚定的样子，你这样更让我心动。原来我们是一样的。我们当然是一样的。依然，我想让你知道我也不完美，你也说过我有很多缺点，可你一直在包容我。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，但我们都在为彼此变得更完美。恋爱我没有经验，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真实的全心全意的方志勇。你也能给我你的另一面吗？我好了。再抱一会儿吧。那你还生我的气吗？我没有生你的气，我只是难过。那你还生我的气吗？我也没生过你的气。